我也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翻信前一刻我很惶恐，因为我一直用着我相亲的照片。我在大店门口，然后穿橘色衣服。哦，我好像看到你了，你在那儿，我过去找你啊。嗨。嗨。我去。啊！你头上面还有摄影奖呢。这不是我兄弟的。单线到兄弟的女儿。我好了。完了，这追到楼下了。别喊了，你爸公司就在后面那条街。关我爸什么事？我认识你爸，他是我老哥。我知道，你还是被我爸照片骗我。对不起啊，我们真不合适，要不我们就算了吧。不行，你是我男朋友。哇，那你爸别的腿给我打断啊！不行，我走了，你早点回去啊。跟网恋对象第一次约会，他赴约的样子冷漠严肃，面无表情，目中无人，直到看到我后当女友非要走安全通道时，小姐，我们走楼梯吧。走什么楼梯啊，这五楼。真走楼梯啊？干嘛呀？没有人也没有监控啊。出声。网恋到兄弟的女儿却被兄弟叫回家吃饭。来了。哎，老哥好。叔叔。小叔好。老叔在家已经把饭做好了。钥匙呢？哎，老弟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钥匙。哦，好。小点喝奶茶。我不喝奶茶，等一下你爸看到了。我要去找不到钥匙的。你。小凯，我想。正当兄弟的女儿靠近我，兄弟突然回来了。钥匙是不是在你这儿？啊，在这儿。好。兄弟难道没发现路上一句话都不敢说？哎，小叔，你正经吗？当然啊，你想干嘛？那你手机输入地外就行了。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我去！让我看看。哎，你别，南阳，别跟那叔叔皮。第一次去对象家吃饭，我很惶恐。进来吧。哎呦，你还带什么东西呢呀？嫂子好。不用换钱。老六，这边叔叔去接水果。哦。哎，你爸呢？回来呢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老六，我给你爸打个电话。我做梦也没想到会网恋到兄弟的女儿，还被嫂子看到。你俩干嘛呢？嫂子，刚刚瑶瑶脸上有个蚊子。瑶，我去给你拿花露水。别跟你叔叔没大没小的啊。晚饭后，我爸怎么还没回来？那嫂子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好，我顺着你吧。今天就让叔住这呗，考试题目不会，让他教教我。他想干嘛？小凯住这儿吧，好好教教瑶瑶。晚上正好跟你老哥喝一杯，你就穿你哥衣服。我有不祥的预感。Later。我老哥怎么还没回来呢？意外网恋到兄弟的女儿，还住在了兄弟家。11点多。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等一下，嫂子看到了。我妈睡着了，我是来要晚安文的。甜蜜瞬间。你大半夜怎么来叔叔房间干嘛呀？那个嫂子，瑶她问我问题来着，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，你还不如去晚上搜搜答案。我去搜一下。快入睡。蒙混过关了吗？小凯，听奶奶给你加个被子。谢谢啊。你脸上怎么有个混的？我做梦也没想到会网恋到兄弟的女儿。进来吧，进来吧，我爸妈都睡着了，你休息。哎呦 ，Later。凯爹，动一下，你要被野怪打死了。我不敢动啊。兄弟，哪里怎么不带呀？这个门开什么鬼样子啊？没了吧？你管我兄弟？你看你这狗烂的，看你爸明天怎么收拾你。